知道我要出去了是吧？嗯。可精了一天，我一穿衣服，他啥都知道。你今天要去跟干爸说了？啊。想好咋说没？啊，跟自己干爸有啥想不想好的？随便说，想咋说咋说。那干爸一多好过也是你领导。没事。你拿着喝这个益生菌去。去吧。给我干妈吃。嗯。这个是啥呀？拿着喝这个。走吧，老铁。你真跟着去呀？啊？你在家吧。媳妇儿、啊，给他抱回去。你跟我搁家待着吧，他不带你走。走了、啊。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准备去领导家辞职了，因为我跟大胖今年准备备孕了，大夫告诉我不让上夜班，我在这块上了6年多夜班，挺舍不得这份工作的，然后跟同事之间相处的也非常好，我也特别喜欢这份工作，但是现在因为要孩子你不得不放弃了，但是我想是在这块先跟我领导辞职，等我跟红姨有完孩子了之后我再回来工作了，是这么想的。今天我去看看吧，看看我们领导怎么说。我开车来中国饭店一条街了，上这块打包锅烙，因为我们领导喜欢吃。你好，我打包的锅烙好没？出锅了啊，真好，看着就有食欲。到我们领导家了，出来接我来了。是我媳妇儿给拿的，啊，益生菌，给我干妈吃吧。你不也愿意吃吗？你在公司总吃这个忘了。不谢谢我，你谢他干啥呀？谢你媳妇儿，你媳妇儿给再打开。这里边还有一小包一小包的，我知道了。你看谁来了？你家老太太。嗯，俺家秀秀。就是咸菜，没有别的菜了。那不对劲儿啊！你说上领导家吃饭，拿的全是咸菜，一个热菜都没有。我们不见外啊，因为这是我干爸家，平时啥菜不做，我还来吃呢。这是苏子叶咸菜，整的老好吃了。整什么咸菜呀？然后这是干豆腐拌黄瓜，然后这是沙参，东北的山红萝卜，这东西属于就叫山红萝卜啊，属于一种药材。我跟红妮不是去医院检查了吗？嗯，说不让我上夜班，大夫，我让你上夜班，回去也不行啊，回去。嗯，回去。跟你说一声，你给我找长白班行不？长白班也得跟回社和他们给商量商量，他们说是看不行。要不行的话，我就不能干了。够呛，这个回社没有那个，是吧？嗯。那我跟红军先要小孩，等要完小孩我再进来行吗？那说再进来呗，那就。是吧？再跟他们说说的。只能这个办法了，是吧？嗯。那我啥时候辞职？现在几号啊？今天那怎么的？怎么的？干到月末呀？干完这个月 啊？那我干完这个月我就不干了。不干，等机会再进来吧。那我休假半年不行吗？没有这个，半年不行。那你咱俩这关系还不行啊？能3个月。那3个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要上孩子呀，是不是？那你使劲呗。不是，就咱俩这关系还不行。不行。完了，锅烙也吃了。锅烙吃了这个活不一样，不是。关键我干爸爸说的也不是那么太算，他得跟上面领导还得报告这件事，还得申请是不？审批。他只是管我们这个一个车间的部门。所以他只能就是我再来的时候，我干爸再给我放进来，再跟他们一起干活。那可以。嗯，
要不我舍不得这份工作呀。我走了，干爸。好，再见。啊，明天见吧。明天见吧。啊，拜拜。你啊 ，Lucky 迎接我呢。你吃饭没，媳妇儿？我跟干爸说完了，让我先辞职，干到这个月，然后休假三个月。如果咱俩那时候有孩子呢，你再回来上班了。如果没孩子呢，就是再继续休息。那你还能回去吗？我干爸在那，我咋回不去呢？那咱们这房子咋整啊？这房子还得住啊，以后还得回来呢。那这几个月就这么空着呀？咱们平时再回来呗，搁这块儿，那也不能总在富川家呀，在这块儿干个日当啥的呢，就是出去一天他给我多少钱那种。人让你休养休养，还干日当？我不上夜班就行呗。你现在调理他们，就休一段时间呗，要不就。你修理那这么大费用咋整啊？要找我爸呀。我这手不去嘛。上我爸那块干。日当，是不？爸不是上次也说了吗？他那边附近的活也没了，得去远点的地方了。现在仁川啊，仁川还对对过，摩通他还对对过，那也得跟着去呀，那不能干待着呀，是不？得把生活费挣出来呀，是不？没办法，没那白白长白板俺瞪到你这么咋整？现在是要孩子是最要紧的。是啊。没事儿，哎呀，不用愁，班儿有的是，但是我还想回来这块干嘛。这房子几月份到期？七月末吧。那先租到七月末看看呗，那时候没准咱俩有孩子了呢。可以啊，就，反正这个房子也不贵，先放着吧，要不到时候你还找不着这么便宜的房子。是。一个月我们这房子才多钱？不到1000块钱，还算上管理费，正常这房子就500多块钱一个月。这个没人去保送，你去问问，你看龙哥那个房子也是，他那个40万呢。42。嗯，多贵。嗯，咱们有保证金吗？不是。你就先这么放着吧。这下完了，我即将要失业了，还能干10多天活，我就得休息3个月了。这3个月当中呢，我也不能干待着，我还寻思找一份日当，就是出去一天他给我多少钱的工作，到时候看情况吧，上我爸那块行不行也不知道啊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